觉得你也想跟他谈个假恋爱？会啊，像那时候朱心怡不是演那个犀利人妻，虚实难分的。我真的终于看到他，我就想打他。就是会有。你对温生豪？温生豪。会，稍微会有点觉得他。哈哈哈哈哈！虚实难分，原来你是想打的。我是想说假戏真做。有啦，我那时候讲过，我演那个什么的时候要跟那个江宏恩谈恋爱。江宏恩。结果有那种情愫在，有，真有，真有，你有让他感觉到吗？不敢。哎呦，那你算遮掩的不错的。因为那时候我怕我被马杀害，就算自己消化一下。自己消化，自己消化，消化了那个情欲的部分。嗯，因为他会起，对对对，因为看到时候先心跳，会想，会想到一些那种不应该的话，会。你解释什么？就这样，就让观众想象，我们不要再细谈。曾经。虚实难分，让自己有点假戏真做的念头出